新珠报喜迎新春，20日上午在彰化县立图书馆广场与大厅举办金珠报喜新春挥毫送春联活动。彰化县长王惠美与文化局长张雀芬、各书法协会理事长、贵宾们一起挥毫。王县长写下十字，与众大师一起送上“吉亥盛时，财茂岁丰”。祝贺乡亲新年快乐，于岁末同庆迎接即将来到的猪年。猪年即将来临哦，那大家在过年的时候都会大扫除，那当然也要贴贴门帘哦，有喜气。那今天呢，我们文化局举办的这个活动，都是请了非常多的大师或者有特色的这些相对的老师啊，或者我们彰化的县民一起来这边共襄盛举哦。今天好像出动了不少的大师，这里的东西都是最棒的哈。那很有智慧的我们的这个乡亲，很早就来这边排队了哈。在这边恭祝我们所有的乡亲哦，猪年行大运，诸事吉祥，大家新年恭喜快乐，平安顺利，大赚钱。王惠美县长强调，文化是门好生意，持续推动彰化为文创精品认证，共同邀请县内业者一同加入精品认证的行列。希望用彰化为文创品牌提升本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潜力及产业价值链，让外界看见彰化传统与现代之美。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